尽在运通。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那继上个礼拜啊，这个大盘啊上涨了1000点，今天的话礼拜一这个开高走高啊依然是大涨131点。那今天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成交量还是维持在3300亿以上非常标准的这个叫做多方的一个走势啊。当然这个大盘涨到现在，就以加权指数而言，大涨了1200点，棒康的人啊，现在都在公园正在干嘛？睡公园嘛，很简单的。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再讲了。看错趋势的人啊，在这一个盘势里面，在这一局赛局里面的话，注定了就已经出局了。那如果说你是看对行情的，你是偏多操作的话，越早进场当然是赚越多。但是严老师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是未来会涨什么这个才是你今天看老师节目的一个重点不是每天去解盘这边要小心那边要注意然后呢耽误你的时间嘛，不敢买嘛，对不对？严老师直接斩钉截铁的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讲的这几档股票给你做参考给你做参考你自己要不要动作那就看你自己。第一档股票2330的台积电，来看一下，等一下。2330台积电，好，台积电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啦，最高来到574块钱。好，我在这个地方跟你讲，500块钱以下是买点，500块钱大概在这个地方啦。好，也就是说，台积电在打底的时候，在打这个小的 W 底的时候，这个地方量能已经出来嘛。所以500块钱是买点啊，你今天已经验证了，你今天已经验证了啊，3008大力光你也已经验证了，2000块钱以下是买点，我相信我在 LINE 里面 ，Telegram 里面，我都有详细的介绍。2454的联发科，今天开高虽然走低哦，但是量有出来哦，700块钱以下，跟你讲，700块钱在这边。700块钱以下是不是买点？好，你可以慢慢的看，那6488的环球金，今天收盘价507块钱，500块钱以下是不是买点？500块钱大概在这边啦，上个礼拜五啦，你看到了对不对？3406的玉金光，玉金光我帮你设高一点好不好？就以今天收盘价，480。400块钱以下是不是买点？400块，包含5269的翔硕，翔硕就不用讲了已经飙出去了，对不对？那未来的话有没有机会过前高？你就慢慢的验证，那比较可惜的是哪一档股票？4966的普瑞，今天直接喷上去了来，你有没有做到？我不知道了。那对于这几档股票，大盘如果说要持续创高也好，拉回修正也好，刚刚跟大家讲的这几档股票，也就未来台股在6月份的行情里面，他们占有一席之地。我这样子跟大家讲，你能够听得清楚不要说等未来这些股票，可能1个月、2个月、3个月，涨了30%、50%翻倍了，你说你没有赚到钱这个就太冤枉了那在节目也持续帮大家追踪的来，长荣今天不错反弹，阳明也不错，今天也是反弹还有万海这三只今天都反弹，反弹怎么办？提醒大家还是要站在卖方我的看法不会改变万海你看在这边嘛，是不是逢反弹要卖？它有没有空翻多的讯号？如果没有的话，你反弹你要卖。阳明也是一样，这只是反弹而已还有包含长荣在内，好不好？长荣今天涨得比较多量还没有出来代表说在这个地方其实都是反弹我相信严老师做这档股票
是引起市场里面的震撼啊，一档股票两笔单赚70%，这个已经过去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找未来有没有像这种的啊，还是说要超过它的啊？所以说我在节目里面强调嘛，绩效就是最大的优惠啊。今年有没有办法达标说找到一档股票超过70%的啊？请大家拭目以待，好不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呢、有两档股票，三级会员啊，亮灯涨停板，我今天一样会拿出来跟大家验证啊。但是我希望你今天看节目的，我们的简讯给你参考没有关系啊，你千万不要模仿啊，不要抄袭啊。我在节目里面的三声五令啊，本节目仅供参考啦啊，很多的股票啊，我们只针对啊我们的会员，我们没有办法去针对那个不特定人啊。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是严老师的普通会员也好，单股会员也好，你看老师的节目，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第一个，老师公布的股票我真的手中有，而且我的简讯的内容跟电视前面呈现的完全是一样，这个就叫诚信。一个老师没有诚信啊，你说会员他会买单吗？会员不会买单，会员会提出诉讼，知道不？动不动就告你，动不动就告你啊！不然就是有些分析师，对不对？还要登报去道歉啊！我认为这个都是不好的一个行为了啊！本节目仅供参考啊！我们以下要公布两档简讯啊，仅供我们的会员，好不好？来，先看第一档股票，在早上9:15，非常早的一个时间点，单股会员。好，那这一档股票上涨多少？来，导播拉近一下哈。你没有看错哦，你的眼睛没有看错哦，这档股票上涨92块钱。好，我现在先征求严老师的会员啦啊，单股会员人数应该最多的啦啊，这档股票有没有上涨92块钱？啊 ，yes 有，好，亮灯涨停板，底部起涨第一根，底部起涨第一根，我相信买到底部起涨第一根，是很多投资人他的愿望。他可能都是想要去做，但是做不到。好，但是严老师要加码。我买的不只是说它是底部起涨第一根，我希望哦，未来它不止一根，啊，它会有10根，啊，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在底部买到起涨第一根以外，这个股票还要每天不断的往上走，啊，大涨小回嘛。你买到这种股票，你才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嘛，不然你这一根停板你卖掉，你能够赚多少？没有用嘛，好不好？有时候股票操作看长一点，看远一点，好不好？好，未来的业绩我认为有大爆发，跟 AI 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现在 AI 可以带动很多、哦，第一个你看到当然是台积电嘛，第二个你看到是散热嘛，我跟你讲后面还更多，包含低论啊 DDR3 哦都会带动。还有高速传输界面，啊，都会涵盖在内，所以说它的产值会非常非常大。未来有些 AI 的股票会一一的浮现。那今天这档股票业绩未来会不会大爆发？大家拭目以待哈。持股是续报的，好，要卖会通知。我为什么每一次的简讯后面都跟大家讲要卖会通知？我希望投资朋友们啊，纪律操作，股票叫你买，你就出手就对了。出手就是重压，叫你卖，对不对？你就跟这种简讯一样嘛，你就卖掉嘛。好，你卖掉之后，现在有没有过高？没有嘛。啊，如果说未来还会上去，我还会带你做嘛。没有，你就是要先卖一趟。这一档股票没有叫你卖，好不好？我没有叫你卖，这是今天啊单股会员涨停板的股票，还有一档，我们来验证啊。这一档股票在12:28。单股会员啊，又中了，对不对？单股刚刚已经涨停板了哈，啊，这边还有一档股票啊，单股会员跟普通会员啊，普通的跟单股的，今天有一档股票上涨20块，上涨20块，亮灯涨停板，也是底部起涨第一根啊，也许明天会拉回了哈，对不对？也许明天持续跳空了啊，这个就跟筹码有关系了哈。空翻多这档股票两级会员的哈，空翻多的讯号很明显，
持股续报要卖会通知，真真实实的操作啊！你在看老师节目，我相信你拿出来的简讯啊，一定是跟严老师一样啊。如果有不一样的啊，你可以打电话去警察局也没关系啊，打电话到金管会也没关系啊，严老师接受啊。但是你一定是要内籍会员哦，你不要搞错了哦，这个搞错是不好的啊。那老师的节目时段呢、啊？有人对不对都想知道哈、哦？那非凡五十八台，大概是收盘的时候啊，大概1:15到1:40呐、啊，有这个连线。大台北广播节目啊，69.8啊，严老师排第一个哦。下午的3:00到3:30，电视台的节目，包含每天下午的3:30到4:00，凌晨的一个重播的时间1:30，还有什么早上7:00的节目，好不好？如果真的你有需要的，你看了节目之后，你需要帮忙的话，老师都很愿意，啊、哦，都很愿意帮忙你啦，好不好？啊、哦，大盘看不懂的话，你怎么样来赚钱嘛？明明就跟大家讲多方循环，量价结构筹码都站在多方，随着台积电还会再上涨嘛？500块钱台积电是买点啊，未来台积电会不会上涨？有没有机会看6字头哦？我今天跟你讲，500块钱以下是买点哦。未来长线看会不会看到600块哦？请大家慢慢来验证严老师的一个操盘的一个功力，好不好？好，今天这档股票来，从开盘开始到这边都有时间可以买，啊啊，我也不知道你敢不敢买了啊、哦，买下去要耐心操作，好不好？要耐心操作，这个很重要。好，那这档股票就很快了啊、哦，是高价股的哈、哦，有钱人的专利了哈、哦。啊，所以说我扣给单股会员了哈，开盘988，收盘1055，单股会员，我讲的没有错吧？我知道你们单股会员的资金非常雄厚，我知道，所以说我发了一通900多块钱的股票让你去买，我们的力量够不够？我们的看法有没有正确？啊，老师眼光有没有独到？我们慢慢的拭目以待，不是因为这根涨停板，是它涨停板背后有没有故事，这个才是严老师要跟大家讲的哦。好，那从明天开始的操作哈、哦，记得哈、哦、要锁定主流。什么是主流？啊，有人讲主流嘛，不是说会涨的就是主流、哦，不是这样子哦。第一个，啊，它非常强。啊，第二个量价够，第三个股票呈现多头排列，多头的。第三个最重要，股票它要有未来性。好，我再讲一次给你听啦。第一个股票要强势，第二个股价要呈现多头排列，第三个股价要有未来性，这个才能够称为主流。所以说主流股未来才会爆喷嘛，是不是？华孚讲多久啦？潜伏底，啊？有没有？老师是做口碑的，口碑的，啊，这边好像拉回，对不对？有没有？今天，啊，又有很多人在讲啦，哎，你讲的话，对不对？他就开始拉了嘛，有没有？你记住这张字卡跟你讲的故事是什么？之前没有涨叫潜伏底，开始涨的时候补量上攻，啊，老师是做口碑的。老师的口碑好不好？我不知道啦，啊、哦，因人而异啦。但是我绝对不说谎，我绝对是诚实诚信的去面对严老师的会员，好不好？希望操作华孚的人啊，在今天啊，啊，大家都幸福，好不好？幸福很重要哦，幸福很重要，好不好？幸福啊，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快乐 ，happy， 啊，心通。上个礼拜五涨停板，啊，今天再度亮灯，潜伏底重压拉回找买点。这上个礼拜五，啊，这今天呢，是吧？涨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啊。有时候这股票很恐怖啊，对不对？它就每天涨，每天涨啊。亚航送给你的时候，你也不见得说它会涨嘛，对不对？我把基本面。啊，基本面、营收都跟你讲了，啊，股价有买有卖，
我没有卖在最高点啊，哈，我也卖在相对的高点，啊，操作的证据啊，一一的显示给大家。严老师绝对是一个诚信的老师啊。五月十七号的亚航，五月二十二号的亚航，你都可以验证，啊，我们一张都不卖。为什么一张都不卖？因为后面还在涨，你卖什么？你不需要卖。五月二十三号，五月二十三号有没有卖？没有卖。五月二十四号，礼拜三，上个礼拜三，我还跟你讲要卖会通知，好不好？亚航涨完了没？你要不要猜猜看啊？啊，元宵节还没到，是不是？拭目以待哦。啊，如果它未来会涨的话，我会接回来哦。你不要说老师，你可能卖掉了，你卖掉你会不会接回来？你不用猜，好不好？我的会员绝对知道，啊，我的会员绝对知道哈。你注意看这张图卡里面告诉你的意义，你真的如果看得懂的话，你会真的会赚钱，你的思考模式会整个改变啊！你认认真真的去把这几个字啊看清楚啊。第一条就跟你讲，大盘趋势多空你要看得清楚嘛。这里面包含总体经济啊，包含大盘的一个位阶啊、形态啊，啊，关键的价位在买，不是每天买，纪律操作很重要，耐心，这个是你赚大钱的一个要点啊。看盘要理性，不要情绪化。今天又看到了啊，美债解决了，对不对？之前没有解决，心情很不好，现在解决了，啊，你的情绪不要去受波动啊。把投资当作事业哈，这个礼拜注意这档股票啦，旺九，旺九，啊，有做就是有做啊，有做就是有做，我不会拿没有做的股票我拿出来跟你讲，我觉得那意义上面不大啦，啊，那像五月份的话应该已经快结束了，对不对？那行情要进入到六月份了哈，我们现在就准备要布局六月份会大涨的股票哈。那有投资人跟严老师建议，老师，你有没有那个单股会员？有。老师，你有没有那种一档操作结束了之后，从头赚到尾，我们才做下一档股票的 ？OK， 我今天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哈。我今天会开放我们的单股会员，一对一的单股会员，你直接对我就好了，啊。但是你要确定哦，你是要重压的，你不是买那个五张，不是买那个十张。你一次出手一定要二十张以上，好不好？赚得多，你心情才会好。不然你参加那个单股会，你买那一点点，人家都赚到翻掉了，那你赚一点点，那个没有意思啦，好不好？买多一点啦，不要买太少了，好不好？今天的单股会员，我先讲一对一啊，你直接对我就好了。好，我会开放这个名额给你，好，但是机会只有一次，因为我一个人也没办法说带很多人啊。好，这边跟大家先讲一下好不好，我一个人最多好就是带五个十个啦，再多我也没办法，好不好？好，恭喜哈，这个新通大赚的有买有卖哈，华福今天创波段新高，好，恭喜哈。未来有没有这种上涨 70% 的？有，你慢慢等一下哈。来，今天单股会员这档股票大涨92块钱，亮灯涨停板。普通会员单股会员今天这档股票底部起涨，大涨了20块钱，亮灯涨停板，持股续报，都恭喜你们，啊，不要乱卖，好不好？下一档标股六月份的大标王，今天正式推出，明天早上我一定会进场。今天只要你打电话进来预约的，预约成功的，办好手续的，全部由我本人，明天早上9:05，我自己通知，不会透过助理啦。我自己通知发动点，我直接通知了啊！你今天把电话直接拨通就可以了。电话拨通，留下姓名、联络方式。严老师今天给你一个哈，讲清楚点哈。单股168，会期到年底。单股168，简讯费啊，做到年底哈。做完一档有大赚，我们再做下一档，一档接着一档赚哈。所以说今天的名额有限。有限啊，你要好好把握哈。单股168，简讯费直接操作到年底，一档做完再一档，打电话进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算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爸爸，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当然，现在一个大盘啊，投资人都会认为说，老师这个加权指数啊，每天涨哦，好可怕。想一想了哈，当时没有涨的时候啊，可能你也是觉得说，老师这个大盘啊，好可怕，好像没有救了哈。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心情的一个转换，好不好？每一段的上涨也好，下跌也好，其实这个都包含着这个大盘未来的一个趋势啊，跟族群的一个发动啊，类股有轮动。标股也是一样，这次的一个标股跟之前的标股，我相信是截然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一波的一个大涨，当然是由光光嘛，你可能是先买什么三，对不对？五福啦，这个三富啦，对不对？灿星旅啦，这些所谓的光光族群啊，但是你会发现最近光光族群好像开始转弱了，对不对？代表资金的话也开始轮动啊。所以说我还是要提醒你啊，你操作股票找对人买对股票，你绝对可以大获全胜啊。但是操作的同时啊，你要特别注意到执行力啊。如果说你的股票操作没有执行力啊那没有用，执行力还加上纪律啊不管是再好的老师啊都要设这个停利跟停损啊。其实很少人讲到停利跟停损的一个观念啊。这金管会还是不断的告诉投资人，停利停损，就是保障自己啊，跟随的纪律非常有关系，这两个加起来，未来操作才能够更顺嘛，那当然股票操作行动更重要。如果说你没有行动，你都在想，对不对？啊，你怎么样去翻转你的人生嘛？现在主流在什么地方？主流在电子。这种股票的话，拉回你要注意，拉回你要注意，这股票之前也涨过了，对不对？这种拉回你都要注意啊，因为类股轮动嘛，对不对？轮动，什么叫做轮动？涨完之后还有下一波嘛？昌河之前也很飙啊，现在拉回嘛，有没有机会？你慢慢看好不好？当然这个最近赚钱的人很多啊，那老师要恭喜你啊。那老师带你要赚大钱啊，不是赚那个小钱啊，赚那个几万块没有用啊，跟着严老师单股重压。如果说你对老师有信心的话，这一档股票六月份的大标王我开放给你，只有一次机会，你就好好把握哈。先恭喜华福啦哈，有买有卖啊，赚钱了哈。礼拜五涨停板，今天再涨停板，来记得要先卖一趟，有没有办法再复制
一档股票两笔单大赚78%，啊，老师证明给你看哈。今天恭喜单股会员大涨92块钱，亮灯涨停板。今天恭喜两级会员上涨20块钱，亮灯涨停板，底部第一根。下一档标股明天早上9:05正式发动，有兴趣的投资人麻烦今天共襄盛举哈。严老师最大诚意，单股168，直接服务你到年底。单股重压做完一档再一档，好，电话拨进来，好好把握。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动不动就爱水蛮牛。文明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我的神水好习惯是会把洗澡前的冷水、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可以用来冲马桶，还有拖地，